和炒肉丝的汤汁，浸姜、洋葱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摇鸡粉、花生油，里里外外涂抹均匀，腌制两个马蹄不要切太碎，不然就没有口感了。再好的鸡爪冷水下锅，加葱姜料酒煮15分钟，捞出来抓匀腌制两小时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样做的柠檬五花肉末炒至变色，放姜蒜辣椒一勺豆，倒入炸好的茄子，淋上料汁，大火。你要说记住啊，我是想让想的好吃。炒出红油后放半碗青菜后倒入茄子，再煮三分钟，然后水淀粉勾芡。孩子同学来家里必点的咖喱炒饭，每次都能吃。米饭炒至粒粒分明，然后下玉米、青豆、胡萝卜和虾仁，一勺好吃的咖喱炒饭酱，盐、胡椒粉、蛋清、生粉，这是鱼片两面煎香，放姜蒜辣椒炒出香味，再加温水和一包牛骨熬制的酸汤料，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。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，然后就能做。首先碗中打入6个